好，我哋系关爱联盟队。我系组长麦秀忠。大家好，我系组员郭海赤。大家好，我系组员北海南。大家好，我系组员黄景阳。早晨啊，公公婆婆。早晨啊，黄景阳。好冻啊！咁你哋就要着多件衫喎。系啊。同埋咧，而家疫情好严重啊。记住咧，出街戴口罩同埋摄多啲搓手液啊。我知道。翻屋企仲要记得用碱液洗手啊。好。咁而家咧，我咧就送一盒口罩同埋搓手液俾你啦。好，多谢。多谢。唔使。安啊，文啊。而家疫情咧好严重啊，所以咧我咧就会送一支搓手液俾你咯。嗯，多谢晒。同埋咧，星期三嘅时候天气转凉啊，记住咧要着多件衫啊。嗯，知道。好啦，咁就送俾你啦。祝你身体健康，同埋出街记住戴口罩啊。知道啦，你要戴口罩。哦 ，OK。你好啊，婆婆，而家好冻啊，你记住着多件衫喎。好啊。同埋咧，近排疫情好严峻啊，记得唔好去啲疫情地区啊，同埋要戴好口罩。而家咧，我送啲口罩同埋消毒喷雾。个口罩咧，记得咧要贴紧鼻梁同埋下巴，而消毒喷雾咧就可以俾你出完街之后咧喷下啲衫裤。祝你身体健康。嗯，好啦，多谢你啦。辛苦地为我们来服务，所以我们关爱联盟今次想借这个机会来送些礼物慰留下他们。2020年全人类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，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，本港已有超過8000多宗的確診人數，令人們膽戰心驚。好彩有醫護人員的幫助，他們不顧安危，犧牲自己的時間為病人治療，但他們都不是孤單的，因為人們都默默地支持他們。我們都要注意好衛生，戴好口罩，令醫護人員不用那麼辛苦，一起消滅新型冠狀病毒。在这里我祝他们圣诞及新年快乐。现在疫情虽然严重，但是只要我们好好注意卫生，戴好口罩，洗好手，那就很容易避免病菌传染到我们身上。除了要注意个人卫生之外，也要关心社会里面不足够防疫用品的人，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可以保护自己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。如果要避免病毒由我们购买的商品而来，我们就要在买完东西之后用消毒湿纸巾消毒它的包装，这样才可以确保他们没有病毒。总结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觉得疫情太严重而想放弃人生，一定要坚持到底，只要做好防疫措施就一定可以消灭病毒。看看图中那几幅相，帮助别人不但可以令别人露出笑容，还可以令我们开心添，不如大家都帮一帮他们吧。一起加油消灭新型冠状病毒。